们做的第一个调查是春游家族五位成员哈，啥？这个20岁的人为你们进行了一个颜值的投票，你们猜颜值投票的排序是什么？全部要猜准吗？五个人的，这好难啊！雨倩，你也帮我们排排，听准题题了吗？我没有参加吗？你当然要参加，你来录节目，你怎么不参加？我来，程程、玲姐、周深。我杨迪，我以为朗朗哥会谦虚一点，到最后观众还是谦虚不下去。我要主要把这个题答对。你想答对，你就在我后面。朗朗哥答错啊，不对。周深、玲姐、程程，然后朗哥。我杨迪，这样吧，你们就排前四位就行了，只对了一个，只对了一个啊，对，就是杨迪是吗？大家来觉得20岁的人最讨厌的微信的回复方式是什么？语音错，六个点没有，语音方阵错，在吗？恭喜答对！哇！在吗？当然在。特别谈那种在吗，什么都不说的。哦，我问一下，不问在吗？应该问。就你直接把事儿说出来，你问个在吗？我有的时候回他说在吗，我说，我看你问我什么事儿，决定我在不在。你现在是柯南。下一题。这什么 Z 是吧 ？Z Z 二。周深。制作人，答对。啊！我以为是张震岳。制作人 ，VR， 这是不是你们自己编的？不是，这真是吗？真的。周深咋知道制作人？你要听实话吗？啊、嗯，他告诉我的。制作人。那雨倩咋？你要听实话吗？啊、嗯，你刚翻页的时候被我看到了。下一个词啊，贾玲姐。奥利给嘛，就是有一个男的要 kill kill 的那个。你说的是 kill 哥，那是另外一个 kill 哥，姐 kill kill。我知道，不，我知道。先造句。我最近很，我最近很奥利给。哎，不对啊，就是我最近很奥利给啊。奥利。表示一种鼓舞人心的方式。你不是毛利小五郎，比如是，我今天又成功了，奥利给！对了，学的还挺像，就给力奥的反义词吗？不是，给力奥不是，就是加油那种语气词。对，天哪，我第一次感觉答题的时候，我有点像范丞丞打听歌的那种感觉。哎呦，你还暗问我？哎呦，他刚才丞丞刚才这样。像一个老伯伯一样。哎，还这样，你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泰语。哦，你我这是写字那儿了哈。啊，对，写字。对呀、啊。萨瓦迪卡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。领导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泰语我听得懂。贾玲，我看你这个也是小语种泰语专业的，你俩还是同班同学呀、啊？对，曾经吧。啊，曾经这样吧，你俩来交流一下，说一段什么，让我们来听一听。对对对。那就早上起来，我们俩刷牙，好不好？我不是住一块儿的是吗？是一对儿一对儿。可不能挨呀！我想来的，我牙牙膏不好的，然后呢，我桃子味了，我不喜欢。还想买糖糖买牙龈重点钙？牙重点，你把你那个牙膏给我用一下嘛！红盔糖没冲出嘴。再来，你话呀，红盔的时候，你说只房中人一半，你是三万的卡，三毛塞来。好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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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两位非常有口语天赋啊。
周深准备好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，开始。来，徐静怡。太难了。画了个寂寞吗？来，老哥。画了个寂寞。你画了个寂寞。下一个。画了个啥？丞相，你这是啥？我还靠你了，丞相。五、四、丞相，再来一个点睛之笔。二、一，好，行。来，可以睁眼睛了吗？对，请猜吧。赖，这有点太难了吧？两个字儿。你看林姐的咬牙切齿的样子。两个字儿。这不是两个叉。秋千。差不多。有关系。有关系。秋千。秋天。秋天，我们口音那么重啊！我们想画秋天，我们画一个秋千。我们已经口音重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板凳。板凳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茶馆。谁在茶馆里打秋千？两个字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把秋千唱成歌。双桨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这是船桨。再大一点。再大一点，让我们荡起秋千。把秋千唱起来，阿姨你帮教告诉我怎么唱。阿姨你作弊，阿姨想作弊。妈，你别作弊了。没作弊。我的妈妈在外面，如果随便透题的话，我偷题这个事儿可能就妈妈。你瞎了怎么样？我妈想到了。什么也没说这个我只是想做一个这个动作，没事的，就是嘴上刚才喝的茶。妈，你千万不要说，到处都是镜头，好可怕。你看中间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就是桌子、大楼、同桌，很有关系的，非常有关系。学校，把它揉在一起。校园，它是揉在一起是什么？大学，小时候，儿时。学校、大学、秋千、教学楼、儿时，他们揉在一起是什么？不好好上课。林姐，你一直在描述那个词。秋千、教学楼、儿时，他们揉在一起是什么？童年。文文干嘛呀？好唱，好唱。完全不会。小河里水流着，哗啦啦啦啦啦啦。谁家的媳妇，她走呀走了忙呀，原来她要回娘家。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，一儿一儿喂。